玻尿酸是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刀哥打保票，你绝对再也打不到假的玻尿酸。这个视频全程会让你如果有错的地方骂我可以，但是你要是想动手，请打我小姑。Hello， 大家好，我是你刀哥，回来的频道，今天是你们期待了半年之久的玻尿酸的视频。我从5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个视频了，这已经是我第4次录了。这一大塑料袋玻尿酸，你看起来好像像垃圾一样不值钱，实际上他们是现在医院大火的12种玻尿酸，刀哥都给你们搞到手了。这些玩的一共花了我2万多，不到3万块钱呢。没事，小钱都是小钱，小钱都是小钱。我要请各个品牌的厂家老师吃饭，跟人家搞好关系，给人端茶，给人倒水，给人开车门的。就你刀哥这脾气，低声下气的，好不容易从他们嘴里面套出点话来，人家又说，哎呀，这个你不能说，要说了品牌会告你的，俺家那是最好的。哦耶，我先拉倒吧，我录个视频再给我拿进去，我太难了。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玻尿酸这块的知识真的是太杂了，就每当我要找到成功的那个小钥匙的时候，就有人咔把锁给我换了。但是我一直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哪怕拆车卖轱辘。如果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看下去吧。在这视频开始之前，你拿给我疯了那么多的手机钻，你推荐。今天的视频分为2大板块，第一大板块就来告诉大家一下怎么辨别玻尿酸的好坏，你想打玻尿酸，你应该打哪个品牌的哪个系列。第二点就是来告诉大家如何去分辨玻尿酸的真假，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刀哥打保票，你绝对再也打不到假的玻尿酸。这次最让我震惊的就是医美界的一个惊天大骗局。听好了，我要说了，玻尿酸是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医美的玻尿酸，它里面不只有玻尿酸，它还要加上胶联剂。胶联剂是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它就相当于502胶。那原本的玻尿酸就相当于这些瓜子儿，一个不挨着一个。你看，你想把这些玩意儿放到里面，没法放，对吧？所以你就用这502胶，把这些瓜子儿啊，一个一个的给它粘上。看到啊。看到了吗？玻尿酸里面的胶联剂强度越大，玻尿酸的维持时间越久，塑形效果也越好。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哎呀，刀哥，那我就要打胶联剂含量最多的玻尿酸，那样的话我维持时间更长，行不行？不行，不行。虽然说胶联剂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它是安全的，但是 but 转折了，快点记笔记，快点记笔记。我说了啊，胶联剂是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进而导致了玻尿酸是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而且胶联剂虽然说是无害的，但是可能会造成很多人会有过敏啊、红肿等等的反应。希望我说的知识点你们不知道的时候都在弹幕里面告诉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让有一丝丝曾经感。这半年不白努力了吗？都瘦了，今年就才80斤，我才。所以现在各个品牌都在研究怎么样用最少的胶联剂去粘住最多的玻尿酸，明白了吧？这也解开了我的疑惑，就是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我第二次去打玻尿酸的时候，医生从我这个鼻腔里面挤出很多上一次的玻尿酸，我当时以为是说玻尿酸没有吸收，现在我知道 no， 原来是有胶联剂，知识。哎，接下来，哎呀，肯定很多人说，哎呀，天天拿个小本说，你都准备半年了，你就不能背下来吗？能。好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那个温柔如水的刀哥了，我现在是钮祜禄刀。那现在国内批准的有证的玻尿酸一共是20多种，医院大火的就我手头上这12种。那艾立维是现在目前为止胶联剂含量最多的玻尿酸，达到了12%，也就是说你往鼻上杵1毫升的玻尿酸，就有0.12毫升的胶联剂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是要永久的在你鼻子里面的，有点可怕哈。那刀哥就给你们统计了10种大火的玻尿酸的胶联剂的数据，看一下，啪。不要截图，用的时候你也找不着，你就直接收藏就完了，好不好？收藏。哎呀，我跟那个品牌的胶联剂含量最少，那我就拿它打鼻子吧。
行不行？肯定是不行的呀，行我能说吗？其实影响玻尿酸的因素非常多，交联剂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大家都知道玻尿酸分为大分子、小分子还有中分子，很多品牌还有微小分子还有超大分子。那它这些分子量的不同代表啥呢？很简单，分子量越大的玻尿酸它的手感越差，也就是摸起来更硬，那它就更适合骨性填充。你这里可以把大分子的玻尿酸想象成骨头，那中分子的玻尿酸呢你把它想象成肌肉，那小分子的玻尿酸呢你把它想象成脂肪，对吧？那你填充的时候怎么填呢？你这 T 区、眉骨、鼻的是不是都是硬的呀？那你就得用大分子骨头去填充。还有你的 O 区，整个这一圈下巴、太阳穴，它是不是也是都比较硬啊？那你就要用中大分子，也是骨性去填充。那像我们把这块给它放成一个 V 区，对吧？像中间的小泪沟啊、小嘴唇的呀，就特别软的、特别娇嫩，你要里面咔塞个骨头，很不自然，对吧？所以你要怎么办呢？用小分子的去填。来看一下大热品牌的玻尿酸的分子大小。那很多人说，那我想用大分子去填泪沟，它维持时间不长吗？它能咋的呀？也不能咋的，就是也死不了。但是你想，你这小卧蚕，哎，这么不明显，你咔怼进去一个大分子的玻尿酸，会发光的岩石。所以按照产品的特性，再掂量你自己的钱包，去安排它在你脸上的位置。那接下来刀哥就把各个品牌的官方售价给到你们，你们结合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情况去参考。那我知道，不管我的表格列得多清楚，我的很多宝贝们还是说，不会选，纠结。那刀哥接下来就把每一个产品用一句话给你们概括总结了。那如果你预算充足，乔雅登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贵有贵的道理嘛，毕竟它是现在进口最贵的玻尿酸。但如果你想做骨性填充，就是鼻子、下巴呀这种硬的地方都可以用乔雅登的极致。像你要打泪沟啊、鼻唇沟啊，就这种柔软的部位，我们又称它做这种容量填充，都可以选择乔雅登的雅致。记住啊、哦，软的地方雅致。那如果你要求没有那么高，也有很多不错的选择。容量填充的话，你可以选择瑞兰，它也是进口的玻尿酸里面的佼佼者，交联剂含量最低。还可以选择伊万 C， 它是现在进口的最便宜的小分子的玻尿酸。法斯里也不错，它是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长效型玻尿酸。骨性填充的话，你可以选择艾丽薇，它属于进口长效型玻尿酸大分子的。那如果你的预算很少，国产玻尿酸也是不错的选择。容量填充的话，你可以选择海威呀、啊，或者润百颜的紫色的，就是小分子的那一块。骨性填充的话，你可以选择海威 M 加或者润百颜的黑色，就是大分子的那一款。现在市面上还有几款新出的玻尿酸，比如说这款润智啊，还有这款洁尔，但是他们现在就因为是新品嘛，临床还不够，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做一个数据。对他们有了解的宝贝们也可以说一下。好，那你现在知道你要打什么玻尿酸了，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板块，如何去辨别玻尿酸的真假。有三个大点。第一点，一定不要去工作室、美容院注射玻尿酸，因为他们没有资质，就是他老板想买花钱买，人家不卖他。那接下来你去正规医院打，你就一定能打到正品的玻尿酸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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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刀哥教你们啊，怎么打到正品的玻尿酸。来看这两个，看出来没有？有点像，他俩都是伊万威的玻尿酸，但是很明显，这个你认识，这个你不认识。所以说，第一点，去看他们的包装盒。但凡是国内允许的、批准的正品的玻尿酸，一定是有中文字的，就是你一定认识。这种不认识的，不要听他忽悠你，不是假货就是水货，打到哪个你都吃亏。那第一步，盒子它有字了，然后呢，去找着盒子上的防伪码，拿你的微信扫一下子就成。看看，但凡是正规的、国内允许批准流通的玻尿酸，一定是能扫出来的。如果它扫不出来，那就证明这个盒子都是假的。你觉得里面会给你放真药吗？那盒子是真的之后，你就不管不顾了吗 ？No， 给我瞅着、看着，医护人员把它给我拆开。拆开之后，里面长这样的，又是一个塑封，再把它拆开，把里面这个玻尿酸的这个管子给我拿出来。拿出来之后，来把这三个。盒的、塑封、管的，给我放到一起，去找他们的生产批号。这个生产批号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身份证，人一生下来就有的，每一个正规的玻尿酸都有这个身份证。生产批号，这个尾号9002，这个是。然后你再看这块，生产批号，这上也有，这儿呢，生产批号，他们三个的生产批号一定要完全一致，也就是三码合一，才能证明你手上这款玻尿酸是真的。三码合一，缺一不可，差个小数点都不行。但是 ，but 我又要转折了。打完之后去检查它的空针，看看空的这个针管的这个生产批号是不是你刚才核对的这个生产批号，它有没有趁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这个空管的给你换成假的？那可能这个空了，但是它和他们的这个三码是对不上的。记住哦，一定要三码合一，打完之后再对一遍。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来，你要是再能打到假的玻尿酸，你说吧，你要刀哥哪边的嘴巴子？
随你打。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找到一个有资质的医院，它不一定是三甲医院，只要这个医院是正规的有资质的就可以，那找到一个技术好的医生就 OK 了。那医生这里的注意事项是啥呢？就是让他小心点点，别扎着手，其他的就也没啥了。那最后刀哥还想说一句啥呢，就是你要是想整形就不要贪图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99块钱299块钱你一定打不到正品的玻尿酸，连进价都进不来。你别跟他忽悠，你搞活动周年庆，当他卖你的价格低于他的成本价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干。记住一句话，你可能血赚但是商家一定不会亏。我把玻尿酸的水货的进货价格给到你们，啪，咱也别说正品的进货价，怕挨告，把水货的给你们，你们自己算一下子，正品的进货价格大概是水货的1到2倍，有些甚至3到4倍。怕被我好好研究一下子，299块钱的玻尿酸哪里倒？我发瘦脸针的那期视频的时候，有一个评论让我记忆犹新。那怎么就不能搞活动呢？那你看看那超市，你去搞活动的时候，一分钱的菜不有的是吗？我再说一遍，整形是奢侈品，你要非要拿那一分钱的菜来跟我杠，你赢了，言尽于此。那我说的重点的地方差不多要说完了，可能我说的并不是100%全面，给到的数据也不是100%正确，如果有错的地方骂我可以，但是你要是想动手请打我小姑，不要看到最后跟我说啊，对玻尿酸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不想整形，就是来看刀哥讲相声的。你给我感兴趣，不感兴趣不白看了吗？要不要整容无所谓，知识还是要有的，不然喝多了你跟别人吹啥。那接下来是我给一些想去整形的一些小宝贝的一些话，就是不要太去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想整你就整，谁也管不了你。那你看完我这个视频呢，如果你想去作业还是要多做一下功课，对自己负责。我分享出来的目的是啥呢？其实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呢你们也谨慎种草。嗯，最后我也想给一些天天在背后说人家风凉话的人啊，他本来长老丑了都是整的，就这些小表妹们也送你们几句话，整容底子很重要。你去看那些现在整完容的美女，她在整容之前也一定是比常人要好看的。天天在背后黑别人的那些底子不行的男的女的，你再整你也丑。临走了再求一个一键三连，不给我的请你扎针针咯。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给我个三连。